再看我们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所有人都很熟悉男单的选手，同样是来自地主的严寒。名字非常响亮，有请严寒。20岁的严寒在这次男单项目当中是排名第5。严寒在今年奥运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男子单人滑当中获得第5名，他的加油大战是拿下第10，中国站排名第5坐收。冠军成为第一位中国选手获得了这项比赛的冠军头衔。上个赛季美国站拿下第4，中国站是排名第3。不过他从今年的世锦赛开始好像状况就不太稳定，当时是拿下了第26名。在地主的粉丝面前也是。